树。嘿，功夫宝宝们，快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练武功吧！敬礼，礼毕。手挺胸，折如弓，快如风，功夫宝宝棒棒棒，快乐冲冲冲，抱拳，冲拳，架掌，勾手，棒棒棒，快乐冲冲冲，的动物朋友。哇，哎，鹏鹏鹏鹏，这是什么动物呀？它长得高高的，大大的，脖子长长的，嘿嘿，头小小的，蹄子大大的。对呀，它的背上还有两座小山呢。嗯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骆驼。原来这就是骆驼呀。对，骆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背上的两座山峰，人们把它叫做驼峰。哎，驼峰，鹏鹏，是不是所有的骆驼都有两个驼峰呀？哈哈，有的骆驼有两个驼峰，有的骆驼就只有一个驼峰哦。你们看。
是丹峰驼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三个好朋友都是什么动物呢？先来看看这个吧。是骆驼，它的背上有两座小山。没错，就是骆驼。那这个呢？它的背上有一座小山，它也是骆驼。对了，太棒了。那这个呢？它是马。没错，马的背上没有小山哦。小朋友，你们太棒了。糖糖糖糖，骆驼真的不用喝水吗？当然不是啦，骆驼也需要喝水和吃东西，只不过它们一次可以储存很多的能量，所以就很长时间不用喝水也不用吃东西啦。哇，骆驼可真厉害。鹏鹏鹏鹏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骆驼的身体里可以储存很多的水和能量，当它饿了渴了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不过我们可没有那么厉害的本领，所以每天都要按时的补充水和能量哦。哦，不渴了，托托也不渴了。你们真是太棒了。哦，托托小嘟嘟，你们快看看骆驼在走路的时候它的蹄子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啊，小嘟嘟看到了，它走起路来脚趾就分开了。对对对，而且它的脚趾又宽又厚的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骆驼生活在沙漠里，所以它走路的时候把脚趾分开，就不容易陷进沙子里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生活在沙漠里的人经常会用骆驼来驮自己和运送货物，所以人们都把骆驼当成好朋友。骆驼还被称作沙漠里的船呢。哇，好棒呀！四腿长长，脖子弯弯，背上驮着两座山，吃饱肚子喝好水，几天不饿也不渴，驮上重担走沙漠。上山坡，嘿呦嘿呦嘿呦呦，背着面包和糖果，乐呀乐呀乐悠悠。妈妈。
红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哪个是红色？这个是红色。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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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色。我今天想换一身黄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哪个是黄色？这个是黄色。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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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色。我今天想换一身蓝色的衣服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帮我吧，蓝色在哪里？这个是蓝色。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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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色。红色，黄色，蓝色。变了，橙色的。
数一二三，你要藏好咯，不要让我找到你哦。嘿嘿，红果果，你一定找不到小嘟嘟。一二三，我来找你啦。小嘟嘟躲哪儿了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小嘟嘟躲在哪儿吗？在苹果树后面。哇、哦、太好了，谢谢小朋友。苹果树，小嘟嘟，你躲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呀、啊、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呀、啊、我怎么没有看见你、啊、我们看见你藏呀藏猫猫，藏呀藏猫猫，小猫猫呀藏好啦，藏呀藏好啦。我在哪里呀、啊、妈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再来玩一次吧。藏呀藏猫猫，藏呀藏猫猫，小宝宝呀藏好啦，藏呀藏好啦。我在哪里呀？我在这里。啊，找到啦！哇，藏猫猫太好玩了。是的，小朋友们，赶快和我们一起来学藏猫猫的儿歌吧。小朋友，你就是你，快和我们一起来学藏猫猫的儿歌吧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。藏呀藏猫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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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宝宝呀藏好了，小宝宝呀藏好了，藏呀藏好了，藏呀藏好了。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好的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。藏呀藏猫猫，藏呀藏猫猫，小宝宝呀藏好啦，藏呀藏好啦。我在哪里呀？妈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再来玩一次吧。藏呀藏猫猫，藏呀藏猫猫，小宝宝呀藏好啦，藏呀藏好啦。我在哪里呀？猫，我在这里。藏呀藏猫猫，藏呀藏猫猫，小宝宝呀藏好啦，藏呀藏好啦。我在哪里呀？妈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再来玩一次吧。藏呀藏猫猫，藏呀藏猫猫，小宝宝呀藏好啦，藏呀藏好啦。我在哪里呀？我在这里。哈哈，找到啦。来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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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哈哈，小朋友们来信啦，鹏鹏好高兴，快让鹏鹏来看一看吧，让摩尔看看，让摩尔看看。朋友的来信呀，让摩尔从里面选一封吧。哇，选谁呢？不，我选谁呢？选谁呢？哦，我选你吧。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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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选你吧。我摘下树下长了一个瓜，我天天来加水，天天来看它，拔了牙，开了花，结了个
大西瓜，大西瓜呀，大西瓜，我拔呀，我拔呀，我拔也拔不下。谢谢大家。哈，小朋友们，你也快来联系我们吧。给鹏鹏写信，写封信；给鹏鹏发呀发邮件。关注微信、微博二维码，再来官方网站看一看。嘿嘿嘿，快来联系我们吧！爸爸，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妈妈。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朋友，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托托，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托托，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小嘟嘟，再见，我们挥挥手。今天我们玩得很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面。再见了，再见。